好的夫妻生活呀，就是在床上呢，想有多坏就有多坏，好好去享受。但是出了这个家门呢，你就要端庄大气得体，说话一阴一阳。其实人生呢，本来就是如此嘛。白天呢，回归于生活，晚上臣服于灵魂。年轻的时候，夫妻生活要尽情去释放，不要等到年纪大了，老胳膊老腿了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如果说你想在甜蜜生活的时候让你的女人对你深深的着迷，甚至是对你难忘，可以试试这款左颜右色的流金香水，几十块钱的价格啊，能够给你上千块的质感，成熟内敛，还带着一点小贵的调调。前调呢是清新干净的灵魂，开场后调呢是沉稳的木质香，散发着一股浓烈的男性荷尔蒙气息，让女人呢一闻就沦陷了，忍不住都想要靠近你。那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左下角赶紧去安排吧。